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回战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。那无氪金的旭哥呢，总战力已经来到1亿1111万啊，非常高的战力，将近1亿1200万左右的战力了。好，那旭哥这个攻略要来讲这个，就是最新的这个转蛋分析啊。这次有出了很香的角色，就是这个 UR 加貂蝉，这个湿身的貂蝉，很湿啊，全身都湿哒哒的。好，那有这个白丝的水手服啊，很色。还有这个 T 零神角吕布，那刚才是 T 零神奶嘛。那接下来呢，有这个甘宁啊、蔡文姬啊、夏侯渊啊，还有这个陆逊以及曹丕。那旭哥会讲这次的转蛋分析，这个醉拳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好，那这次推出的最新角色，这个 UR 加貂蝉呢，是好用的这个神奶兼坦克啊，很好用的辅助型角色兼坦克。那它的这个 type 呢是敏捷型的角色，那定位就是这个 supporter 还有 tank， 就是辅助型的坦克。那势力是群阵营。那开图鉴的话，会有这个 HP 2%，还有这个敏捷300的加成。那时空乱舞还有问鼎终结都是最强的 T 零等级的，其他打主线牛吼外神袭来都有不错的表现，基本上是非常好用的这个奶妈角色。假如你没有这个奶妈的话，基本上旭哥是建议抽起来啊，这个非常好用的这个 T 零的神角。是的，这个 UR 加貂蝉呢 ，UR 加这个初恋与告白。他的图非常的色啊，这个撕掉的白丝袜，还有这个透透的这个高中制服、高中水手服啊，真的很会玩啊，大家喜欢的元素都有了，有湿身，有白丝袜，再加上这个水手服，还会这个露小裤裤。那原本呢，这个 UR 貂蝉也是这个巨乳加白丝，但是 UR 加又更上一层楼了，非常不错，这个图非常不错，然后又是很好用的角色，所以。旭哥这一次会抽啊，把它抽起来，非常香。我们看一下这技能组，主动技能一呢，这个天台时光，攻击力最高六名队友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体了，回复160%的攻击力的生命值，然后会进入这个庇护的状态，非常实用的这个 buff 的技能。庇护呢可以提高我们攻击力的80%，那命中率可以提高40%，那受到伤害时还可以抵挡一次攻击，所以非常好用。就是像遇到那种很强力的输出手啊，就是用这个庇护可以挡掉一次伤害，非常实用的这个技能。再来这个雨过天青，这个主动技能二，这个是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六名队友，基本上也是全体啊。这个进入这个固守状态两回合，那随机会清除一个不良状态，那回复120%的攻击力的生命值，也是可以奶妈的技能这样。然后还有对自身呢施展400%攻击力的护盾两回合。好，那固守呢是伤害这个减少50%，然后这个伤害反弹提升50%，非常实用。再来这个命轮加一会有这个刺削极大，攻击力加60%，那物理抗性加 LV 乘以500。那命轮达到加三会有这个风纪委员，受到攻击时如果自身的生命高于对方的话，这个伤害会降低40%。好，那这个命轮加五的话，有这个苍龟极大，生命值上限加60%，那防御值加 LV 乘以400，所以这次也可以当坦克用，因为它有很多好用的坦克技能，像这个风纪委员啊、苍龟极大都蛮好用的。那加九的时候会有这个初恋这个被动技能，自身在场时呢，全体的己方不良状态抗性提升10%，这个是全体 buff， 好用。再来这个己方武将触发庇护状态抵挡伤害效果时呢，会清除这个随机的一个异常状态，也是很好用，就是可以清掉不良状态。好，再来呢这个两人世界这个阴式的技能，每受到一次攻击就有50%的机会会获得一枚落阴将，那四枚就可以开启阴式。阴式状态呢可以净化自身的不良状态，还可以回这个自身50%的血这样。并且呢，还可以回自己以外的百分比最低的一个人的血。那通常这个人有可能是吕布啊，因为吕布常常血都很低嘛，所以有可能会保护到吕布。他跟吕布算是蛮好搭配的一个 partner。好，那进入庇护状态的话，两回合。然后阴式状态的话呢，这个异常状态耐性会提升80%。好，那旭哥来总结一下，
这次转弹池的最值得抽，当然就是这个 UR 加吕布了，这个 CB 主打彩奈这一支。那昨天去哥已经讲了，这支是 T0 神角，在 T0 榜上很久嘛，天下无双可以无敌两回合，再加上了这个有这个避晕两回合的主动技能，非常强势。所以这角色是必抽的神角，他在这个日版都一直在霸在这个 T0 榜上很久了，还在 T0 榜上面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你没有辅助型的角色的话，可以抽这个 UR 加的貂蝉，这只是奶妈兼坦克，也是非常好用。那以吕布优先，你有吕布的话，当然就是抽这个貂蝉了，这只也是 T0 神奶兼坦克这样。那 UR 加的夏侯渊算是还不错用的攻击型的角色，算是一个好用的攻击手。那蔡文姬呢，他有很多好用的这个羁绊可以解，所以旭哥是建议可以把他抽到至少SSR。那有资源的话可以把它抽到 UR， 它算是一个蛮好用的羁绊神角，至少 SSR 要把它抽出来这样。好，那其他就是有爱就抽吧。那曹丕阳之前这个活动拼图角色陆逊这样，基本上是优先这个吕布，然后再来就是貂蝉，那蔡文姬可以加减抽这样，然后这个夏侯渊也可以加减抽。来讲这游戏最全体办法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这个摇杆的符号，点进来在画面下方呢，就可以输入这个礼包码了 ，KOG 0910，大写的这个 KOG 0910，按兑换 ，KOG 0910兑换，就兑换成功。那这个有188个元宝，再加上这个宝物奶黄流星月饼，这吴镇颖的加生命值。还有这个中秋福袋以及幸运福袋 ，KOG 521 ，KOG 521，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福袋以及这个188的元宝。先输入这个 SWIMPARTY， 然后520 Swing Party 520 SWIMPARTY 520，按兑换。这可以拿到288元宝，然后这个就是福袋，还有这个转蛋券 ，UR 的转蛋券，算不错福利。VIP， 然后666 ，VIP 666，有这个星耀城、荣辉盒，还有郁金香。再是 VIP 888。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邀约券，还有这个玫瑰花，再来是 VIP 999，这个有星耀城，然后转蛋券 ，SSR 转蛋券，这样这个玫瑰花，再来是这个 KOG， 然后666 KOG 666大写的，按兑换。这个有10个转蛋券，